如果将螳螂放大1000倍，将会发生什么？那两把孔武有力的大刀会变成收割利器，连老虎都要成为他的食物，因为他那可怕的反应能力。还有他极度残暴的基因，大象在他面前也会变得不堪一击。而男人面前此时出现了一只100公斤的螳螂，强力的一脚反而受到了更强的反弹。男人缓缓地抬头看向面前的敌人，迎来的却是对方的一记快刀，惊险的躲开后，男人抓住空隙，用脚踢中了螳螂的头部。按理说如此重击会使他瞬间失去意识，但是男人却被螳螂用力甩到了墙顶，重重的摔到了地面。他终于明白螳螂和人类的脑部构造不一样。 并不会因为剧烈的震动而受伤。接着，他一个反身，紧紧地勒住了螳螂的脖子，但诡异的是，在这个角度上，那碧绿的眼睛依然可以盯着他。男人的位置，他一清二楚，而且那两把大刀可以反过来环抱猎物，实在是太灵活了。僵持之下，突然螳螂的嘴出现在他面前，再不挣脱的话，只有一死。可是昆虫的力量是自身体重的好几倍，要挣脱是何其之艰难。好在男人蓄力一脚。 螳螂吃痛以后，才松开了那两把大刀。男人吐了一口口水在手掌，因此战力获得了加成。然后。